周瑞月，你不是说你是行走的美食地图吗？没错，我就是。如果我说出一个地名来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说出这个地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究竟是什么，你可以吗？试试看。我是北京姑娘，请问我们北京的美食有什么？嗯，比如说卤煮，或者北京烤鸭。你还吃过卤煮？ 还有啥？还有啥？还有驴打滚。驴打滚儿，换一个地方，洛阳。不翻汤，羊肉汤、牛肉汤，反正是汤类的那些。福州。佛跳墙。嗯，泉州。面线糊，还有美味的肉粽，真的是无比的。